02年的，我媳妇94年的。我今天又来接我亲爱的下班了。来了，老公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？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别老给我买这小孩穿的衣服啊？要不我开你这 A6 出的，别人都以为我开我爸车出去呢。那不挺好吗？好啥？你看看你这穿搭，我天天我跟你出去逛街，我两步一个媳妇儿，三句一个老婆，我就怕别人以为你是我小妈。我喜欢这么穿。我不喜欢。你给我背贤妻守则。贤妻守则，保证不让老公输，老公一输我就哭。不能让老公生气，我的老公最帅气。你搁这背稀碎。不管老公打游戏。只做老公小老弟儿，老公喜欢的买，老公讨厌的改，朗诵完毕。OK 了，今天给我买点贵，买点贵点的西服，我要穿西服，贵点的。什么样的呀？阿托里尼的，然后再给我来一块卡西欧。那他俩搭吗？他俩不搭呀。他俩不搭，你别管，我乐意整点混搭。回家好好背一遍那个，我真生气了。不生气了。生气，别逗我了。